职场胶囊衣橱，但主要呢就是用实践单品打造出一个月的职场 look。 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那首先呢，这个春天呢，我觉得一定要购入的是我身上这种就是彩色的西装外套，但是要记得在版型的选择上尽量不要挑太合身，就是记得如果你不想要给人家太有距离感然后太正式的感觉的话，西装的版型尽量可以挑选稍微带点 oversize 的感觉，就是不要紧点包括你的肩线那个腰身，就是很紧那样。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稍微有一点宽松感的西装。那因为是春夏嘛，就是长袖难免还是会有点热，所以在材质挑选上可能就尽量要找比较类似雪纺啊，更好的话可以挑选羊毛材质，就比较不容易热。拿一杯咖啡来应应景。我觉得虽然这套西装没有穿黑色，但是给人家应该还是有一点就是专业的感觉在吧。我自己除了蓝色之外，我也很喜欢白色的。那去年其实我购入一件粉红色，可是不知道被我丢去哪里。那今年除了蓝色之外，我觉得湖水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整个人上身也是非常清爽的感觉，我自己很喜欢。那有的时候夏天难免会有点热嘛，我就会拿这种橡皮圈，就是像我拿这种黑色橡皮筋可能会有点太紧，女生们可以拿就是平常绑头发的发圈，就是我会把它绕在就是袖口这边，然后稍微往上拉，就把它变成短袖，就是稍微把它固定在上面。我觉得拉起来整体看起来可能会再更利落一点。那加上有些女生可能会戴一些手表啊，或是一些手环当配饰，我觉得这样拉起来就会非常的专业，非常好看。而且我感觉还蛮夏天的，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胶囊衣橱嘛，所以在单品的选择上呢，我觉得偏向挑选一些比较经典比较耐看的。所以我希望可能到了明年我回来看自己这支影片的时候，还会觉得哦，这些单品我可能今年也可以拿来继续利用。就不管每年的流行是怎么变化的，每次你穿上它们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 powerful 就是很有自信的感觉。现在我觉得驼色风衣现在应该是每个女孩衣柜里面的必备款，如果你还没有的话，真的很建议你这个春天可以购入一件。那因为我的个子其实不算高，但是我也希望我自己去工作的时候可以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有自信然后非常有气势的。所以基本上在风衣的挑选上我非常看版型。那首先我第一个看的一定是我希望它的长度够长，因为长度够长的风衣呢，其实可以在你的身形上起到一个拉长比例的效果。那要记得在挑选这种很长的风衣的时候，你里头的穿搭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记得你的上半身一定要看起来短，不然你穿这种宽大风衣整个人只会看起来很邋遢而已。就是你在里面的视觉上要尽量拉高你的上身的比例，然后在外面呢再修饰一个直线条的。我觉得风衣这个单品呢，在春夏还有秋冬就是转换之际呢，也是一个非常好利用的单品。那可能等到台湾真正入夏的时候，风衣就派不上作用，因为真的太热了。那材质的部分，春夏的话我比较喜欢这种带点雪纺的材质，或是一般厂商喜欢拿来做风衣的那种防水布，就是最基本的风衣材质。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到太热，我自己现在是披着嘛，因为其实春天没有冷到需要把它穿起来。我觉得把风衣披在你的肩膀上，也可以在穿搭上制造一个层次感，就你不见得一定要穿着它。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其实很多办公室的冷气都开得比冬天的时候还要冷，所以春夏这种时候呢，我觉得披个风衣外套还是必要的。那接下来这件呢，算是今年春夏比较流行的小香风的毛呢外套。那其实小香毛呢这个元素呢，大概从去年秋冬的时候就开始
突然流行了起来。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聊到，像是 Zara 这种高阶品牌，其实很多他们的设计元素都是截取自精品嘛。那前年 Chanel 他们家创意总监换成 Virginie 继位以后，其实我觉得女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服饰，你可以很明显的在那个流线中找到一种，找到一点就是女性特有的那个柔美的气质。那我觉得小香风这个毛衣元素，其实也在她继位中，整个在服装界就是重新火了起来。所以可以看到很多高阶品牌都开始出毛呢的单品。我觉得 Zara 这两年很多单品都有毛呢的元素。那韩国那边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毛呢的单品，可是我觉得他们会稍微改良一下，所以就会变得比较年轻、比较可爱一点。那欧美品牌就还是有它独特的那个比较粗犷一点的味道。那今年春夏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入手小香风毛呢外套的一个时机，因为这个元素给人家感觉就是比较高贵、比较优雅、比较有气质的感觉。那我觉得在职场上小香风就是一个很好利用的元素。那今天不管你是主管阶级啊，或是业务，甚至是刚进公司的小菜鸟好了，我觉得每个人虽然说这样讲你不好，但是大部分的人在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时候，都会先以外貌去评断你的个人嘛。如果你想要给人家的感觉是专业、有气质、值得信任的话，我觉得这种毛呢夹克是一个你必须要入手的单品。那因为今天主要着重在职场穿搭，所以我今天里面就是搭配一件西装裤。但我觉得这种小香风夹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啦，其实不一定只能限定于这种比较专业的穿着，就你其实也可以把它穿得很休闲。那聊完外衣之后呢，接下来就来到内里的部分。那前面几套呢，我里面搭的都是那种挖肩的，就是立领的小背心。那对我来说，因为夏天其实蛮热的，可是有时候进到室内又蛮冷的，就我会尽量挑选可以在外面叠搭衣服的内衬。我觉得这种小背心其实算是穿搭的一个基础款，就你可以在外面叠搭衣服，甚至是你叠搭比较薄的衬衫啊，或是比较薄的亚麻西装外套，在室内室外进出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意的穿脱，然后在穿搭的搭配上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点缀作用。那像这种挖肩的小背心，我基本上衣柜里面就是会有各个颜色。那有些女生呢，可能对自己的腰部比较有自信一点的话，可以选择这种比较短款的。那我相信很多女孩到了夏天就跟我一样非常讨厌穿内衣，而且有时候你穿那种很薄的 T 恤，不小心拿到蕾丝内衣的时候，真的是很尴尬。所以呢，我去年夏天就发现了这个非常好穿的 bra top。这个品牌是来自一个，也是一个网红，他叫做 Sabrina 吧。那他们家 bra top 厉害在哪里呢？厉害在他的胸垫，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上胸没有肉，而且又算是鼓胸的人。他们家这个 bra top 算是救了我吧，就它的内衬非常的厚，真的它的集中效果还蛮厉害的。就我之前其实不会单穿就 bra top 就走在路上，可是穿他们家的 bra top 你会突然变得很有自信，就是觉得你会觉得 OK 可以外穿这样。而且我觉得它的紧不是那种 new bra 可以贴出来的那种一条线的那种事业线的那种紧，它就会让你的上胸看起来稍微带点圆润感，就是我觉得若隐若现的感觉在我眼里是最美，所以我很喜欢他们家 bra top， 推荐给你们。那我不知道穿搭上班合不合适，但是因为它的那个，但因为它的胸垫是可以拿掉的，就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可以换上一个比较轻薄型的，你就可以穿着这个很舒服的 bra T， 然后再罩一件亚麻的西装外套，你就可以去上班了。然后下班你再去厕所换个胸垫，你就可以跟男友去约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女孩们可以在衣柜里面多备几件的，就是基础单品。那最后一个内里应该不用多说，就是最基本款的 T 恤。我刚临时找不到一件在我衣柜里面不是皱的 T 恤，所以我就拿了一件 Nike 的素 T。我自己一个人到夏天，我的衣柜呢，洗完衣服一定会同时出现七八件 T 恤。那这样 T 恤就是我的上班必备款。我觉得 T 恤跟那种 bra top 一样，就是一个，就即便你的衣柜里面买了很多件，只要它的颜色不要是太花，或是有太多奇怪的图案，材质好的 T 恤应该都是可以陪你度过好多年的基础款单品。那聊完外套，聊完内衬之后呢，接下来来到下半身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刚进入职场，你还不确定这间公司的 dress code 到底是比较正式还是比较轻松、比较随意的风格的话，我觉得宽版的西装裤会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选择。因为我觉得稍微带点落地感的宽裤，配上一根跟鞋，然后简单的内里跟一件西装外套，真的是一个不太会出错的职场穿搭。
因为基本上好的版型黑色宽裤能够把你下半身的缺点都遮得好好的。那我相信刚开始工作的女孩们预算可能都没有这么高，与其买一些可能会让你穿着不自在的窄裙啊，或是那种很紧的西装裤，你就买一件直版型的黑色宽裤，它就可以陪你度过很多个不同的场合。那第八个单品呢，一样是下身的部分。那除了宽裤之外，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于自己的下半身比较没有自信一点，或是其实你在工作场合上露出自己的下半身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话，我觉得长裙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那照片中的我是挑了一件皮革类型的长裙，然后带点小开叉。皮革对于凉凉的春天，我觉得算是刚刚好的季节。可是紧接而来的夏天，我觉得女孩们可以把皮裙换成雪纺的纱裙。我觉得每个女生的衣柜里面都至少要准备一条，就是可以出席正式场合的小黑裙。那像我现在身上这件黑色裙子，它的剪裁跟版型就稍微比较休闲一点。可是你说它不正式，其实它也不会不正式。那你说它有点 overdress， 其实也还好。像是我们把 T 恤啊搭在上面，或者是我们套上一件西装外套，那如果你们公司的就是服装规定没有到这么严格的话，搭配一件西装外套，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适合穿去上班的夏季 look。 那尖头高跟鞋呢，应该算是一个不会出错的职场穿搭。那如果还不太会穿高跟鞋的女孩，可以先从小猫跟的跟鞋去尝试看看。尖头的跟鞋大都是给人家比较专业的感觉，圆头的鞋子会散发比较圆动可爱的气息，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职场就是类型去做挑选。